熊熊十八日在社群上发文写道：“老公生日快乐”，并附上 hashtag 说道：“我们结婚了。”吴玉瑾宣布自己正式成为人妻的消息，随后也晒出自己与老公的婚纱照。贴文一出，让不少粉丝都惊喜直呼：“超级恭喜啦！”引人注意的是，从照片中可以看见男方的侧脸，神似香港男明星周柏豪。而周柏豪目前也已经结婚了，不料却有酸民搞错，并留言大呛说道：“但那男人有老婆啊，那么爱做小三。”对此，熊熊的官方小编也回应说道：“但我觉得男主比较帅。”消息一出，意外掀起一阵热议呢。Bye.